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不过七少的。皆显我慈悲名师，护我七上帝。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维新博士班的各位法师，还有讲师、神师、同修代表，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已经接近圆满的阶段。太上道祖啊，开示我们要度众生，要帮助众生。你没有法，就好像你要过一条江，没有法，没有船，你就过不了。同样的道理，所以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民平安了，国家就平安。所以我们修道的宗旨，先由国家大一个大的团体来先圆满为宗旨，然后从基础来开始，家家户户平安，国家就平安，这是一定的道理。由此现在我们在座的都是我们维新圣教的精英法师讲师在台湾各地海内外共转法轮，带着所有维新贤士有缘的善知识同学们，一起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是我们宗门的精神。我们也很感恩王禅老祖师尊给我们做因缘。那么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讲到最后来就无法若是没有这法，你就没有办法度人。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从里面去冷冷静静来思考的。所以世间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有形的事情，有形的烦恼，一定是从无形的烦恼开始。
从无形的无名开始。好啦，现在这段时间都一直在为各位解答。这一次九九法会，我们的坛上除了大家共同的祖先15615姓氏列祖列宗之祖灵以外，尤其呢各福堂上的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英灵地基主以及透视的案例这都借由这一次呢九九法会的因缘解冤释结纠缠不清的事啊，希望借着九九法会大家冷冷静静接引冤冤相报的名扬两界的问题，他们进入坛城听经闻法心开意解，然后能够解冤释仇。但是很多事情也不可能因为一次法会就能解冤释仇的，这个太多了，所以必须要有长时间的自己的反省忏悔才能解决。有的人为的是自个人的业报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呢现在有一个案例，就是第四个案例未经公婆及祖先的同意即将二儿子过继给娘家传香火佛，这个作为媳妇的真的有很大的糊涂，糊涂也在糊涂然后呢便将便继承娘家的祖产免谈呢免谈都有不错啦但被先生拿去花用这个先生啊嘛讲起来很聪明啊要谈是做事那么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儿子把一个都过继给岳父岳母那边，但是你没有注意这个血脉是先生这边 祖先的血脉，你随便呢你将他过继给岳父岳母那边，这不是不可以，而是要先请示公婆以外，也要请示祖先的同意，你才可以将孩子过继给娘家呢。就尤其祖先对于祖祖孙孙，即使呢你有家中不幸出了生了身体不是很健全的孩子呢孙子呢，祖先也是很重要的很疼爱的你随随便便把他过继给他人这个没有经过祖先的同意呢绝对不通的，尤其呢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子女祖祖孙孙们这个血脉相传，表面身体不好，即使他有残障，但是他的灵性有约，灵性是相互的珍惜耶，所以没有将这个手续办好，祖先绝对不会原谅你的，你放心好了。这个案子很多，不是只有这个案子而已。那么先生就把钱花掉了那并与他人同居那弃母子等不顾，请示师父如何来处理呀？真的我嘛莫何奈何了这样，这是真歹的呀！
如何来处理？请问各位博士班的同学、法师们，假使有你们这个弟子们的家庭发生这样，你怎么办？所以世间的事情恩恩怨怨的太多了。那么这个方法，你要解决这个方法是很复杂，不是在这里超度设个年会简单几千块钱一个年会的供养金你就可以抵得过几千万，不可能的事情。那只有第一是认命嘛，第二要反省忏悔，时时向自己嫁过来祖先一定要忏悔你自己要多念经来回向给你的祖先，嫁过来就属于先生这边的家的人了啦你去忏悔。至于先生那边呢，他与人同居的事情你要忏悔，看慢慢慢慢有这因缘，不然这个事情看很多呢，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很困难。你要让所有的祖先呢能够原谅你即使原谅了啦，满身还是疮疤了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除了防患未然以及无所生，就是要先知道这个法则。希望社会各界大众们娘家没有香火传承，当然也是很不忍若是有约说哎呀女儿嫁过去了，一定要先跟夫家的父母先讲清楚说明白，若是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了你又要来继承娘家这边的香火想到这一点呢，在我们仙佛寺刚搬来第二年，在八十一年的时候有一位南投某一位国中的校长他呢有一天来求老祖说他的儿子呢读国中读国一了，一回来呢就把家里电视全部砸掉，玻璃砸掉把家里的祖先牌位拿去丢到外面，什么都拿在外面发飙，而且身体很壮，爸爸抓不住他，妈妈抓不住他。妈妈这个校长的老婆呢又是在某一家银行当经理，嘿嘿这个问题你找警察来家务事解决不了找谁无法，那来求老祖了。刚好那时候有我们的曾秘书他的岳母，他们住在同一条街嘛告诉他来找老祖。老祖呢告诉他说，你得岳父母家的财产你失约，财产得了你没有将人供奉。所以现在那个校长呢脸就红起来了。我说有没有？有啦就是当时呢他跟太太恋爱不晓得太太呢这个女朋友家只有他一个女儿都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呢他们恋爱了之后向岳父岳母求婚嘛岳父岳母有事先讲了，女儿嫁给你可以，但是我这边家的祖先风水呢，不，祖先的灵位呢，你一定要请过去，要一起要拜，要供奉，我的财产会给你。当时他们的财产在草屯很有，很价值看到财产呢，就一口答应了嘛。
赚钱很辛苦呢，啊，有产从天上降下来的财产呢，何乐不为呢？一口答应了，结果结婚了，孩子生了，啊，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到国中，孩子国中一年级，在国小的时候，他岳母、岳父、岳母相继死亡，而他呢，做太太的，跟他说这个问题，那么做先生的，就脸就乱乱的，啊，就不闻不问。好了，这一来了，这个他岳父岳母那边，啊，是这个祖灵啊，就来附在孩子的身上、孙子身上，啊，给大闹闹翻天呐、啊，哦，弄啊，当一个校长，啊，这个很没有面子的。但是很奇怪，我说当一个教育家，你这边不孝的行为，怎么可以当校长？哦，我那时候讲一句话说，若是国家要甄选校长啊，一定要看这个任何一个校长对父母孝不孝，不孝的，你就不能给他当校长。嘿嘿，但是已经当了嘛，怎么办？那只有天理嘛。啊，来跟他吵的依附在他儿子身上的岳父岳母，还有他的祖先，还有包括校长的祖先，啊，依附在身上骂他的不孝，忘恩负义，吼、哦，这个骂了的说你孩子不孝，你骂我怎么样？我骂你就骂你嘛，不孝就不孝嘛。好、哦，后来找老祖以后，我才到他家里说，哎。在南投那里吧，我去看了、哦、我说你家的祖先啊，你要不供奉两个，把太太那边岳父岳母的所有祖先请过来啊，跟他们忏悔，说你错了啊，你一定会好好孝顺，现在王禅老祖指点我，我知道了啊，你原谅我怎么样啊，自己好好忏悔啊，供起来了，孩子好了，正常了，现在孩子结婚了嘛，生孙子了啦。哦，所以各位，祖灵的事情，很多人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像这个案例，一定要做，太太做女儿的，做夫人呢，自己一定要向祖先忏悔，要取得公公婆婆的谅解以外，一定要忏悔。啊，然后呢，啊，将娘家的祖先也要一起好好的啊供奉，啊，不然这个是没完没了，啊，到最后来，啊，儿子还有问题的，不是老公去，啊，再去与人同居，不是这么简单呐、啊，啊，所以赶快忏悔，反省忏悔，这样才合理，啊。啊，再来第三，啊，关机啊，关机台神教后，你那个寺庙、公庙有那台神教，你台神教后，啊啦，类似花轰，那不是花轰啊，黑的是那个台神教神呐、啊，他的护法神将。好，来依附身上，为两机心呐、啊，混机呐、啊，啊，作为机心呐、啊，啊，虐待自己，哎、啊，有的用刀子砍自己舌头，有的用刀子砍身上，有的用香的擦身上，有的自己尿屁屁，怎么样的？那不是他虐待自己，是兵将混机，好、啊，未来用他的身。啊，请示师父如何处理？啊，这个呢，问题不是他虐待自己，而是他人是不错，人很好，啊，而且呢，啊，就是神呐、啊，那个神要。
机身啊，有机童机心，要作为代言人，因为跟他有缘，过去生有约，啊，有约呢，你这一生你就不晓得，而是因缘到了，所以你去抬神教的时啊，啊，是算了啦，那兵将的衣服身上啊，混人衣要当神的代言人，不是只有道教，佛教也有。基督教、天主教，其他教都有。好、哦，你看，非洲有那个上帝天神下来，哦，那个针呐、啊，砸到这边头的针，哈、哦、啊，舌头砸针很长，身上的砸针万箭穿身，这怎么不痛？那个神已经在身上，他的魂移到旁边，哦，是这样来。哦，所以这个。不是虐待自己，神在混机啊，那么怎么办？晚上睡不着，都是晚上来上班。那因为他有这个和神有约，所以这一生呢，他就时间到了，啊，就爱给他做机心嘛。啊，这机身，那你要去跟上香，跟机身呢，啊，那个神明啊，去跟他说，哦，请他慈悲啦，我会一起配合修行，安得鬼啊，啊，然后慢慢依法啊来修行的时得鬼啊，无呢，啊，你就像我讲过了三十几年前，高雄。哦，后车站现在台东，那高雄道长旁边那里有一个妈祖庙嘛，啊、哦，妈祖庙呢，啊、哦，那时候一个黄先生啊，身体很高大，哦，妈祖呢要他做吉星，因为他有灾难到了，啊，所以妈祖跟他有缘，要借他的身体，所以都有护法守在身边嘛，啊，那么灾难就会挡掉，结果他就不要，哦，这个人呢。也是道上的、哦、长得很高的、哦、这气势也不错啦、啊、那时候呢我也还没修行，我说哎、客场客场，黄先生你跟妈祖有缘哦，妈祖要保护你哦。他哭着说保护个屁耶，哦，就派了，我好了，那我就不讲了。那每次他妈祖要来的时候先派兵将来啊，兵将要他配合来混机，啊，他每次要来，他知道要来了，就不然就去大便啦，去尿尿啦，去洗澡啦，去什么啦，啊，那是妈祖慈悲啊，兵将慈悲，到最后的时间到了，啊，他进去就洗澡嘛，啊，洗澡了哇，回到身上都脱光光洗澡了啦，啊，洗澡了，妈的，整个都回到了时候。那一个兵将，妈祖派的兵将进入他身上，开始裸奔，裸奔跑在高雄后车站那跑哦跑哦，哦，警察追哦，哦，裸奔嘛，啊，等他家人什么都来了，很多人看着他，这退岗，退党，哇，反派风化，他还搞不清楚了，你看，哦。那时候有一次我又到高雄去，弟妹啊，啊弟妹，你的嘴足多的呀、啊，我都讲，我哪懂，我妈准备保庇你，保护你啦，你有一个劫难啦，啊、哦，你跟妈祖有约啦，后来才好乖乖的以妈祖配合好来代为花园啦。啊，一起修行嘛，保护他嘛，阿弥陀佛嘛。啊，这个是一个案例。啊，那么刚才，这个机心的问题啊，啊，你要化验，要一起跟他修行。在去年呐、啊，我们一位师姐，他儿子也是也在，修灵机嘛，也在修啊，他在进来有这个缘呐、啊。啊，原来是修济公的法，后来玄天上帝又要借他的身啊来弘法，啊，结果呢，
打他就好像孩子呢，还没有开完全开窍嘛，啊，后来呢就病了，很严重了，啊，要找医生说要怎么怎么怎么，哇，很紧张，啊，又来找我了，妈妈来找我了，我带他来，我告诉你，好好修，我写了祭文，回去跟玄天上帝禀报，早上上香，晚上上香，啊，跟济公和玄天上帝禀报，啊，那就好了啦，啊，一起修。玄天上帝会借你的身也一起弘法立彰。结果好了，这两天妈妈说，师父那个好了嘞，好，他儿子那个好了也不吃药，好，那济公说你好好配合玄天上帝一起修行就好了啦。啊，这突然又一个病来了，又一个病来，其他病来了，怎么办？我一定又有其他的神要来一起修行。千千世界